洋葱含一个称为菩提素，它是一个超能力的抗氧化剂，除了可以抑制感冒，舒缓咳嗽与鼻塞，更能治瘙痒止痛。抚慰烧伤，防止疤痕。当你在做晚饭时不小心轻度烫伤时，用水冲完后将生洋葱放在烫伤处，可以止痛，预防皮肤感染，并促进伤口愈合。止痒，如被蚊虫或是床虱叮咬，用生洋葱涂抹皮肤可以有效止痒。解除鼻塞，闭住眼睛闻生洋葱可有效减缓鼻塞，但过程里您可能会想流眼泪。抗击感冒流感，将生洋葱切成一半，将它摆在床头睡觉，便可舒缓感冒带来的不适。舒缓咳嗽，将洋葱切片放到碗里，放一到两碗水进电锅外锅，等蒸好时，喝蒸洋葱的汁与洋葱，便可得到改善。